呢個反轉沖繩嘅 day two 啦。我想講我而家就食緊早餐啦。咁我今次住呢間酒店咧，咁我其實兩晚都有包到早餐嘅。咁入到嚟之後咧，佢會俾一張卡仔我哋嘅，就有一張咁嘅卡仔啦。咁佢就要我哋將呢張卡咧放喺張台度啦，咁就證明有坐緊嘅。跟住簡單介紹一下呢度嘅嘢食啦。咁其實選擇就唔係特別多嘅，一嚟就會見到有個飲品吧啦，就會有唔同嘅果汁啦、橙汁啊、蘋果汁啊、芒果汁啊嗰啲全部都有嘅。跟住再行過少少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湯品啊、啲納豆啊同埋麵包去俾你攞咯。跟住之後再行過去熟食區嗰邊咧，咁就會有唔同嘅熟食啦。其實選擇都係真係唔係咁多咯，就有炒蛋啊、腸仔啊、肉丸啊，都係得呢啲可以揀。最特別就係有個位咧係好似打邊爐咁樣嘅，係有個火鍋咁樣啦。然後隔離就有啲菜，你就可以掉落去淥熟佢，然後你再攞嚟自己食咯。不過就嫌太麻煩，就冇整到啦。係啦，我求其夾咗一啲熟食啊，攞咗幾個包咁就算啦。順帶一提啦，大家記得咧，如果你去啲buffet形式嘅餐廳食嘢咧，就記得戴翻個手套啦。因為我啱啱就係好尷尬嘅位置，就係我唔知原來要戴啦。啱啱夾夾下嘢食嗰陣咧，就冇咧有個職員攞對手套俾我戴咯。我諗而家全日本好多唔同嘅buffet形式嘅餐廳都係要咁樣噶咯。咁大家就記得要戴啦，費事失禮曬啦，係咪先？我已經吃完早餐了，而家準備去搭車去第一個目的地。到今天的天氣勁差，而家落緊毛毛雨啦，跟住之天氣陰到爆啦。今天其實我會主要去兩個沖繩必去的地方啦。咁佢兩個地方都係位於呢個沖繩嘅中北部嘅。咁我而家就行緊去呢個巴士站啦，係準備去搭車去第一個地方啦。係啦，咁我哋到時再見啦。希望到時唔會落雨啦。Let's go。而家我追到咗呢個巴士站，我想講咧，嗱我而家係搭呢一架車啦，但係我想講本身咧，我唔係搭呢一架車，我真係搭做一架車咧，係喺另一邊嘅巴士站嗰度搭咯。但係因為咧，我揾極揾唔到嗰個車站啦，都咁啱我後面咧都有一個日本嘅阿姨都諗住一齊去揾呢個巴士站啦，點知我哋兩個都揾唔到，兩個都 miss 咗架車啦。而家我就被迫要係啦，搭呢一架即係要再等多廿分鐘嘅車咯。こういう電光掲示板にね。このバスは来なったら来なかったら来なかったらこのバスは乗ります65番、同じあけこの場所はバスは一緒よね行けますしょうがないね、はい、60はあっち、うん、さっきね65分動いていったねさっき今日は、うん、あ第2日、うん、沖縄来ました。 あ2日目あ普通あはいはいはい私はね3日目ああどこから来たの あ香港香港来てあ香港から日本語上手じゃないのまだですまだです少し、うん、日本語あ今勉強してます。去年あ日本語の勉強を始めすごいね。普通は英語喋ってるの？普通は英語喋るの？日常では。普通は広東語。うん、あ英語はあ英語もできます。私も英語は少しわかるよ。あ。うん、でも一生懸命日本語喋ってくれてるから。あ。その時は日本語はいりません。いや、そう。ああ、そっか。外国のお客さん向けに仕事してたんね。お客さんは全部外国人です。全部香港人と中国人です。2月は始め、コロナが始まった。そうそうそう。ちょうどその頃にね、私のね、お友達が。乗るときに暑いときですね。今は最初乗るとき名護バスターミナルが乗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あ名護バスターミナル、うん、はい、あ17番そう乗るときに8
チンコしてますよね。あ、あ、わかりました。すいません、私は外国人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坐了大概半个钟头车之后，我们终于到了这个纪念公园站了，也都有第二个名叫做海洋博公园。落车之后继续走进去就会到达冲绳的地标的了，相信大家来冲绳旅行第一时间一定是想到这个地方先的了，就是冲绳最出名的美丽海水族馆了。由于这里是游客区，所以很多巴士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的，沿途都会有很多的指示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怕会荡失路。那你落了车之后走大概十分钟就会到这个水族馆的门口的了。想讲呢个沿途见到好多嚟冲绳旅行嘅日本人同埋日本学生咯，反而唔见有好多外国嘅游客咯。果然冲绳系日本人最爱嘅度假胜地啊！开心翻埋嚟 ，Hello 大家，我而家已经到咗呢个鼎鼎大名嘅美丽海水族馆啊！系啦，咁啱啱咧，我系同嗰个日本姨一起过嚟嘅。咁呢个美丽海水族馆咧就位于呢个海洋博公园里面啦，佢就拥有住全亚洲最大同埋全球第三大嘅水槽啦。咁嗰个水槽嘅名字就叫做黑潮之海啦。咁等阵我哋都会去到嘅。喺呢个水族馆里面咧，就会见到好多各式各样嘅海洋生物啦，例如呢个魔鬼鱼啊，同埋佢嘅主角鲸鲨。事不宜迟，而家就即刻入去啦 ，Let's go！继续行过去右面就会见到水族馆的入口噶啦，沿住人流搭电梯下去就啱噶啦。今天超级好彩，人流不是很多，所以不用点排队。不过如果个天可以好翻啲就好啦。咁入到去之后就会是买飞的位置，而佢将入场票咧好搞笑，佢分了两个价钱噶啦。如果你朝早入场的话就会是2180 yen 啦，但如果你晏昼四点之后才入场就会是1510 yen 咯。不过呢种四点之后的飞好像在今年的三月之后就不会再有噶啦。我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提早在网上面或者在机场嗰度买定张飞先，因为咁样唔单止会悭咗好多排队的时间啦，张飞的价钱都相对上会比较平咯。原价2180 yen 的飞我在机场买用了1950 yen 咋，所以系真系会平少少噶咯。入到嚟水族馆之后第一时间就会嚟到呢个摸鱼嘅区域噶啦。不过因为疫情嘅关系而家唔俾人用手摸啊。如果想摸嘅话，就记得去呢个 DMM Kaliuchi 水族馆啊。咁介绍下美丽海水族馆先啦。咁呢度就分咗四层嘅，而个层数系好似模仿紧海底嘅水深一样，层数越低个水深都会越嚟越深。咁由于入口系四楼啦，所以我哋入到水族馆里面就已经到咗三楼嘅位置噶啦。咁三楼系最浅水嘅区域啦，咁所以我哋呢一层会见到好多热带鱼同埋珊瑚嘅。我想讲而家有个潜水员喺里面清紧个水缸。继续行落去就会到二楼的位置噶啦，亦都系全水族馆最多人的位置。因为我啱啱提到的黑潮之外 ，exactly 就喺呢一层里面。不过其实冇我想象中咁多人咯，睇其他人啲 vlog 咧，呢度系完全逼爆晒人嘅。其实以前咧呢度好似有两条鲸鲨噶，不过听人讲咧好似最近有一条过咗身，所以而家净系可以见到一条咋。大家，我而家已經到咗呢個黑潮之海嘅正上方。我想講呢個位置咧，就係嗰個大水槽嘅上面啦。呢個位咧就係平時嗰啲工作人員咧喂食鯨鯊嘅位置啦。我哋仲可以用俯視嘅角度去望呢一條鯨鯊，因為我想講大部分時間咧，條鯨鯊都會喺水族箱嘅頂部位置啦，所以喺黑潮探險呢個位置咧，可以睇得更加清楚嘅。大家如果你再行入啲咧，就會有一個靚位，係可以更加清楚咁樣望到鯨鯊個樣嘅。喺呢個位附近咧，都會有工作人員去介紹呢一個區域嘅。不過咧，就淨係得日文咯。哇！呢個位睇鯨鯊超大條，我頂 UFO。點解仲係 UFO 嘅？其實呢個位置開放時間咧，我勸大家早啲嚟咯。如果你係朝早嚟嘅話，佢只係開到11点嘅啫。
所以咧，我覺得如果大家係嚟美麗海水族館嘅話，第一時間就直接去咗呢個地方先，咁就唔會錯過咗呢一個咁靚嘅一個地方啦，係。見到啊，大家喺度啊，條鯨鯊。二樓除了大水槽之外咧，呢度都仲有一間餐廳叫做 Ocean Blue 啊。佢有個賣點嘅就係可以望住鯨鯊食嘢嘅。然後行過少少咧，就會有一個鯊魚嘅展覽區噶啦，就係一個獨立嘅空間去放曬所有同鯊魚有關嘅嘢嘅。佢仲要有一個獨立嘅水槽咧，係 for 鯊魚 only 咯。應該就係因為驚啲鯊魚咧會食曬其他嗰啲細魚咧，所以就特登分開咗佢哋。行完二樓之後咧，就梗要繼續行埋落去一樓啦。首先會入到嚟呢個叫 Aqua Room 嘅地方咧，就係可以喺側面咁樣望啱啱個大水槽。呢個位係超級靚，我想講。哇！呢個係 giant squid， 勁大條，黐線。咁一樓就係全水族館最低層嘅地方啦，所以我哋可以喺呢度見到好多深海嘅生物。呢度個 vibe 咧好明顯同啱啱嗰幾層係好唔同嘅，佢特登塑造到個環境好暗啦，就好似我哋真係去咗深海區域咁樣咯。我覺得最得意嘅嘢咧就係呢度咧啲魚咧係識得發光嘅咯，超級有趣咯！喺呢個咁暗嘅環境睇咧，真係好靚咯啲魚。喂，大家，我而家已經行完成個水族館啦，係啦，我而家去緊一個地方叫做海豚劇場啦，咁就係一個免費嘅海豚 show 啦，咁每日咧大概會有五場嘅，咁大家可以根據嗰時間自己就翻時間去啦。我而家睇嗰場咧就係11:30嗰場啦，咁其實行過去好簡單嘅啫，你喺水族館嗰個出口啦，出一出去咧行大概3分鐘，係啦，其實已經喺我面前啦，係啦，行大概3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嗰個海洋劇場噶啦。咁如果你唔識嘅話，其實都有啲指示牌話曬俾你知。邊個位置嘅啦？係啦，話咁快咧，我而家已經坐低咗喺呢個海豚劇場度啦。係啦，後面就係呢個海豚嘅水肉箱啦。咁我覺得大家係可以早大概5至10分鐘嚟，因為呢度免費啦，所以其實係冇劃位嗰啲啦。如果想坐一個好啲嘅位置就早少少過嚟咯。我建議大家咧就唔好坐咁前啊，因為咧一嚟坐咁前睇唔到成個畫面啦，二嚟咧我上網睇咧，個海豚 show 係有機會濕身嘅咯，如果坐得太前嘅話，如果你唔想濕身嘅話，就記得坐後少少啦。
住再入翻去美麗海水族館裏面咧，就有一間餐廳，有一間 cafe 叫 Ocean Blue 啦。咁佢就可以俾多500 yen 坐個指定席咧，就可以喺個水族箱隔離食飯咯，可以同啲鯨鯊即係望住一路游水一路食嘢咯。咁但係咧，我完全唔知道原來咧嗰張門票咧係淨係可以入一次咯，我以為係可以全日係咁入去咯，所以而家係入唔翻去啦。如果大家下次有機會嚟呢個美麗海水族館嘅話，大家都要記得留意，係如果你出咗去嘅話就冇得入翻去嘅，你要再重新買飛嘅。就算如果你離開咗美麗海水族館咧，你都仲有好多嘢可以行嘅，因為呢個海洋博公園咧其實都幾大嘅，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免費嘅活動俾大家去體驗啦。即係例如你可以去睇嗰個海龜館啦、海牛館啦、海豚劇場啦，其實好多都可以。即係唔使俾任何嘅錢都可以去玩去睇咯，所以我覺得如果就算你唔用錢咧，喺呢度都可以玩到好開心咯。同埋呢度個景真係好靚咯，即係佢真係對住個海。我諗沖繩其實所有地方都應該都係咁噶啦，個景真係好 perfect 咯。但係衰就衰在今日個天氣唔係咁好咯，即係個天好陰啦，同埋真係好大風咯，已經吹到我頭亂曬啦。所以我決定而家喺度再行多一陣之後，就搭車去下一個目的地啦。咁去到再同大家介紹，拜拜。跟住落嚟咧，我就会去一个叫做古里唔岛，唔系古与里岛嘅一个地方啦，系冲绳其中一个非常热门嘅旅游景点。只要经过一条叫做古与里大桥嘅跨海大桥，就可以到达呢一个称为神之岛，又称恋之岛嘅一个离岛区域啦。想知呢度啲咩玩，咁就记得睇埋落去啦。大家，我而家已經到咗呢個古與里島啦。啱啱咧就經過咗一條叫做古與里大橋嘅一條橋啦。咁嗰條橋咧就係唯一一個路線可以俾所有人去入呢個古與里島嘅。咁我而家已經到咗呢個古與里海洋塔啦，個入口就喺呢度啦。我而家去買飛先。古與里海洋塔咧係古與里島必去嘅一個景點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冇登過塔頂咧，就千祈唔好話自己嚟過啦。成人嘅票價咧就係1000 yen， 佢仲額外送咗一塊心形餅乾俾我。喺登塔之前咧，我哋要坐一組好特別嘅車，就係我眼前嘅呢一部車啦，係一部全自動嘅小卡車嚟嘅。上車之前咧，仲未有工作人員同你影相。大家，我想講我坐咗一架無人駕駛嘅自動車啦，佢係完全唔需要我踩噶啦，即係有個柄喺度，但其實完全唔需要撳啦，佢自動就會車我上去呢個古與里海洋塔上面啦，好有趣啊！我試下喐佢先，其實喐唔到嘅，因為佢完全全自動噶啦，所以就係咯，呢度只不過係幫你就坐上去咯，好有趣呢個體驗。大家，我而家已經上到嚟呢個古與里海洋塔啦。我一入嚟之後咧，就會直接去到一個叫做貝殼博物館嘅嘢啦。我想講佢勁多唔同種類嘅貝殼咯，其實勁靚咯啲貝殼，好值得大家嚟睇下咯。在一間餐廳裏面啦，即係啱啱行完嗰啲手信店之後咧，你行出嚟咧就會見到呢一間叫做 Ocean Blue 嘅嘢啦。我想佢咁啱同我今日去唔到喺水族館裏面嗰間 cafe 個名係一樣嘅咯。我想講呢度嘅體驗係超正。我想講呢杯嘢長到黐線，長過上半身，你睇下，勁誇張呢杯芒果唔知咩 cream soda， 哇好誇張！跟住啱啱咧再嗌咗一個 pizza 嘅 set 啦，再配埋一個沙律啦，仲要配埋呢一個古與里大橋嘅景啦。咁事不宜遲，我食嘢先啦，我要試咗呢杯咁誇張嘅嘢飲先。黐線，我唔知點飲喎，我要咁樣飲。哇！呢杯嘢好飲喎。
佢唔係淨係得個樣咯，即係要企起身先入到呢杯嘢。你一係就要攞落嚟呢個位，一嚟就企起身入咯。跟住我就試下個披薩先。好食喎呢個披薩，佢好 juicy 咯，同埋啲餡咧好足啊。頭先嗰個沙律都有啲特別咯，佢係咧嗰個沙律醬咧係有菠蘿汁喺裏面。啱上菜嗰陣都有同我介紹咗一下，幾特別嘅，幾好食，好 fresh 佢嗰個沙律。大家好，我而家已經到咗呢個古宇里海洋塔嘅最高點，其實都未去到最高嘅，呢度再上一級咧就真係最高點啦。咁上面咧就會有一個幸福鐘可以俾我哋敲啦。但我想講上面咧而家係超級多人同埋超級大風啦，都係吹到個頭亂鬼曬啦，係360度都會有風喺度吹住你咯，係勁大風。所以我預期喺上面喺度吹風，我就不如喺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就冇咁大風，因為佢有啲屏障就我擋住啦。咁所以就而家等啲人影曬相走曬，我先至再上去影相咯，係啦。大家，我啱啱已經坐咗嗰架無人車落翻嚟啦，而家準備去另一個景點啦，諗住係希望可以趕一次日落之前去到啦，因為嗰個位睇日落一定好靚啦。我而家係要行呢啲馬路咯，因為呢度咧係完全冇，唔係其實有嘅，有架巴士，但係個巴士站都唔知喺邊，同埋佢啲班次都好似好疏咁樣咯。因為的士又唔知可以邊度 call 喎，因為呢度太山荒野嶺啦，所以就。係咯，預期喺度揾車，不如我自己行過去咯，就行大概20多分鐘啦。係啦，哇黐線！一全日真係好大風，本身咧我帶咗部航拍啦，擺喺個袋度啦，我孭咗全日都冇機會用啦，因為今日真係太大風，根本冇可能可以航拍到咯。唉，
好可惜啊，真係。喺古語里島嘅最北邊，有一個全長唔夠100公尺嘅小沙灘，而呢個沙灘咧，幾乎係每個嚟到古語里島嘅人都會去嘅一個小沙灘。點解會咁多人去？因為擁有住戀愛力量嘅心形石咧，就係位於呢一個沙灘裡面。亦都因為咁樣咧，呢個地方咧，俾人稱為呢個戀愛能量景點。好多人都覺得咧，見到心形岩之後咧，許嘅願就會成真。再加上呢個日本人氣偶像團體阿拉斯曾經喺呢度拍過電視嘅廣告，所以因為咁樣呢個沙灘咧都成為咗一個熱門嘅旅遊景點。前往心形岩嘅方法係非常之簡單，就係、是、自己揸車啦。我個人認為咧，如果你唔自駕遊嘅話咧，喺古語里島去旅行咧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咯。除非你好似我咁唔怕辛苦，唔介意行路啦。如果唔係，我都建議大家自己揸翻車或者去租車會好啲咯。因為古語里島真係一個自駕遊 friendly 嘅地方。大家又追到咗我嘅目的地啦，就係呢一個心形石啦，大家見唔見到啊？我想講咧，而家係潮漲到傻咗咯，我係完全落唔到去咯，我就喺呢個位睇咯。本身我諗住係落去，可能直接過去摸下嚿石，因為啲人話摸下嚿石就會有呢個戀愛力量啦，係啦，咁就想試下摸下，但而家潮漲到咁係完全冇可能嘅事咯。我想講咧，啲浪係超級大咯，其實都幾危險咯，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啲人擅自落去嘅話，會有生命危險咯，本身。拜拜啦，心明姐。大家，我得救啦！我想講咧，啱啱咧，我咪去完嗰個心形石嗰度嘅，咁我咪行過去嘅，咁我最後翻嚟，我咪都要行翻嚟嘅，因為越行咧個天越嚟越黑啦，跟住我就越嚟越有少少驚啦，因為嗰度真係荒山野嶺，完全乜都冇啦，仲嗰邊係有墳場咯，跟住我就開始有啲怯啦。喺行行下嗰陣咧，我都心諗有冇人可以救我，點知有架巴士無啦出現咗啦，因為架巴士 suppose 唔會停站啦，跟住停咗站俾我上車咯。上到車最神奇嘅係咧，係我今日嚟嗰陣嗰架巴士同一個司機嚟嘅咯，勁 nice 咯，佢仲要冇收到我錢咯，啱啱好好人啊呢個人真係，佢完全救咗我咯。好彩佢無啦出現咋，佢仲要教埋我點樣搭車咯，即係同我講話邊架車轉去邊個站，然後再點樣行過去搭車嘅嗰啲所有資訊，佢都話曬俾我聽咯。即係我有一半係聽得明，一半聽唔明啦。不過我都已經好感恩啦，我想講。我想象唔到如果我 miss 咗呢架車咧，我會點啊？因為我應該需要搭的士啦。但係呢度真係冇的士俾我 call 咯，我又冇電話喎。即係我電話只係放我上網，但係唔放我打電話噶咯。真係好開心啊！好感恩有呢個司機啊，愛你啊，司機。Hello， 大家，我而家終於翻咗嚟明湖市啦。我啱啱咧行過咗一間餐廳咧，見到佢有賣一個叫沖繩燒賣嘅嘢咯，我覺得幾得意啦，就諗住入嚟試一下啦。點知入到嚟發現咧，佢冇曬咯，佢賣曬咯，所以我而家嗌咗一個燒比目魚嘅定食啦。佢咧有啲特別啊，個魚裡面咧係有檸檬味咯，係有落到檸檬汁喺裡面咯，有驚喜喎呢條魚，幾好食喎。不過佢有樣美中不足嘅嘢就係佢裡面有骨咯，如果佢冇骨呢條魚就 perfect 啦。啱啱咧我咪有個司機拯救咗我嘅，我想講真係好彩有遇到佢咋，因為我想講咧本身如果我要自己搭車嘅話，我係要搭巴士去到一個地方，然後就轉車轉第二架巴士啦。但我想講咧轉車嗰個巴士站咧係黑到黐線，即係夜晚啦，同埋完全冇燈嘅關係咧，係完全冇可能揾到嗰個巴士站。好彩啱啱個司機帶埋我路，帶我去嗰個巴士站。如果唔係，我真係唔會識路行過去咯。仲要本身嗰個轉車嘅時間咧，係即係中間只係得大概10-15分鐘俾我轉車咯，所以我根本冇可能會揾到。同埋如果 miss 咗嗰架車咧，我係根本翻唔到嚟咯。所以我真係好感恩。不過有樣不幸嘅事就發生咗，就係我發現咧，我張 Oki 卡唔見咗咯。
我估係啱啱我喺度整腳架或者總之拍嘢嘅時候，唔知咁整跌咗定唔知點。裡面應該大概有成5000多 yen 咯，係咯，但係全部都唔見曬。不過我覺得 OK 嘅，因為啱啱個司機拯救咗我，其實已經幫我慳咗唔少錢咯。因為如果我自己搭的士咯，其實一定唔止5000多 yen 咯。今日條片應該差唔多去到呢度啦，係啦。咁聽日咧我就會執嘢，然後就轉酒店嘅。咁聽日就再同大家分享啦。咁大家記住繼續留意反轉沖繩嘅片啦。咁今日就去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系冲绳边去啊！成个相机跌咗落地咯。黐线，呢度景逢夸张，前面山，你估有几好几架战机？哇 ！Oh my god！